这几年你的脸皮越来越厚，比北京的老城墙还要厚。什么样尖锐的问题能刺破这么厚的脸皮啊？你赢了好吗？哎呀，这个网友实际上犯了一个初级错误，不是脸皮厚的问题，是血氧厚，这是最关键的。血氧厚体现在什么东西？就是你对中国的政治预知总是对的。